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身边的人，省得在莫名其妙被别人暧昧了。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？没有，目前只告诉了冯西西。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别人的，但是别人都把我当做是你哥，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。不，没有障碍，你先冷静冷静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。怎么解决？我考虑，我先把这碗水放在我面前，好吧？行。